哎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，名字木木，你的笔画数当中甲午啊，木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特性哈？我们都知道木来讲的话，是不是它是垂直向上生长的哈？树木，所以其实木它代表的是一个执行力、规划力啊，它比较有自主能力，也就是说你的名字里面假如啊缺少木的这个特质都要人家推啊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自制力、规划力。那你假如有这方面的的特质的话，表示你是一个很自主、规律、自律的一个人。那假如过旺的一个情况下的话，那就会变成是到处怎样管东管西、碎碎念，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管，让人家觉得很烦啊、哦、所以各位啊、哦、你就要知道啊、哦、你只来讲你的三才五格里面木的一个特质哈，一个木的特质它是这样子啊，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